等一下，一颗平球，一颗平球完之后配一颗长球，好，平球都固定，好，平球都固定，然后第二拍不固定，第二拍有长球，或者是上来挑 ，OK， 好，示范一次哦，回长球啊，回长球，啊，往前就做挑球，好，啊，两边不固定，好，固定就是第一拍是平球，哦，所以你打完平球，预备。左右不固定，对，左右不固定，所以等于是全场啊，啊，只是你平球，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啊，所以你平球倒，你回电完之后，你右脚要稍微一点站前面，啊，啊，如果往前就是直接垫步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打后面呢，反作用力，啊，转身要快 ，OK， 好，试一次哦，不用，哎，来，注意，来快。登上来，各位，啊踩，这步要踩稳哦，啊，来再来，来注意，快，对，好，很好，再来，停，转身跳，对，那你也可以练习，不一定直线了，你也可以对角，啊，包括跳球也是，啊，好来，记得打完蹲好，来注意，来侧跳，这个脚没有蹬起来，再一次，来注意，练跳，对，再来很好，来注意。转身跳，对，躺下去快一点，来注意，快，对，很好，来快，啊你平球，你看你这颗太后面打了没有？啊、哦，前面就要打掉了，好，来二号 ，OK， 等下你们一挨手。还有还有，你就直接开始啦。所以你刚那排要算还是当示范？当示范是，然后保留体力。OK， 哎、hey, 你中间哦。对，你。看球高度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其实都要稍微拉一点，都要稍微拉一点。可是你的出手这个要快，对，要还是要有拉拍，不要说没有说完全这样。像我们在打，我们都还是会有点拉，但不用拉到这么多，好吧？我想要，好，没事，来，再来，快，再来。注意，很好，这个反拍可以。好，回来，注意，来快，右脚踩出去快一点，好，这个这一步要踩到再打啊、哦，不要在空中。来，注意，快，好，回位，快，慢了，甚至你在平球，你也可以跳出去啊，哦，蹬出去没有？有时候这一颗太快了，你就必须要跳出去。你在比赛也是一样，你不能说我怕下一颗来不及，我就没有跳啊。有时候你要，太后面太被动，那是过度后场，后场 OK， 中场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用这一颗，人家就抓你了啊！来，对，快，好，可以跳，好，不错，对，快，对，很好，快，注意。跳，好，我觉得可以再半排哦，不错，这一排很棒，很有 feel 啊，